继续来到这个组合，不得了。老实讲，我看到他们呢，我真的心里很温暖，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看到他们才是一个正式的歌台。漂亮啊！因为呢，现在呢，舞台上要出现这样的人物呢，可以讲是见少买少，几乎已经零。对，而且他们是我们新加坡人的骄傲。是的，空前绝后。是的，这一对姐妹花呢，我就等待这么一天，来，希望他回潮。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明珠姐妹。Hello， 那个，谢谢。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不是晚上好，是每天都好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那么继续还要听什么歌，我都不知道，你们可以点歌。桃花江哈，好好。哎，我们今天什么？偷偷摸摸啊！你点我听我明仔咯。不要紧，唱到明天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多唱一首也无所谓，对不对？来，掌声听一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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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那继续，我想，先唱什么歌啊？我们有两口子对唱，哇！你现在好不怕的掉啊？我真古古无唱啊！我跟你讲哦，我特不时出门就爱拜神了，但哈，我后来点到这条歌就是我无拜神了呀。啊，没有，看一下这里在座哈。那天丢偌侪人爱听两口子对唱，有无？两口
只对唱，掌声有多少？原来很多人，你讲了了嘞，我无唱那十年，你也是人缘真不好。个人缘的，杰出的，你有没有 ？OK， 来，今天还是要唱一首歌，因为我们今天有直播哈，直播。那么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你们在直播上没有唱《新桃花江》？那我说好了，那我们就唱吧，好不好？好啊。我们要照顾一下在座的每一位，然后先让他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有位安迪哈，他专程来看我们。那么他行动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这首歌一定要唱给你听，因为你在场嘛哈。然后他因为他行动不是很方便，特地跑来跑去，不好意思啊，感谢，谢谢你，谢谢安迪。来，这首歌曲是。安迪跟了我们好几天，对对对，谢谢安迪，谢谢安迪的心意，谢谢。还有我们，刚刚有一位安迪啊，你好你好，张女士，对不？啊，这个是方太，我记得的，人家告诉我，说你段子气跑苦思落，鲜花带了三四朵，啊，这个好啊。我跟老师商量一下，好不好？我等一下啊，因为这首歌太久没有唱了。打是疼，你骂是爱啊！我唔知我系错车位，我过顾不唱了。这条歌，我系晒。哎呦，谢谢你这样看得起我嘞。没有啦，因为太久没有跟我姐合唱对唱这些歌曲，所以呢，一定会有一点点的瑕疵。然后呢，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但不惊，我都不惊啊！这首歌曲最少有15年没有唱，十五年没唱了。好，关晓，好来，既然你们喜欢的话哈，OK， 就来打是疼你妈还是来先啊？好不好？谢谢。你要照顾我一下，我自己在那顾，我自己袂无聊，我顾你。说你段子气泡苦思落，鲜花带了三四朵，打扮的要惊讶，去看你的表哥哥。你听我说嘛，手牵手一同走，肩并肩一同坐，好家伙，你如同坏模样，你丢了我的脸，还陪着我老。继续接接看，再去找我表哥哥。你想想，黄脸婆婆衣裳像什么？你看见也会喜欢吗？你说的倒不错，咱们又会一同做。哥哥呀，你听我来说，表哥哥情意多。怎么说呢？今早晨他接了。庐山残陌上，在过桥是不我过。酒半管心可多，一条灯让给我。我心不安，赶忙请他一同坐。谁像你，我怎么样？动手就无礼，开口就凶恶。妹妹，你不要再冒火，人家。是疼你妈是要打我，好遗忘你不要勾成错啊，哥哥你不要再冒火，人家告诉我打你疼你妈是爱，不要再好啊，好遗忘你不要勾成错啊，打是疼你妈是爱，打打妈妈爱情。是疼你们噻，谢谢。画画画，又碰见你们了。老亲哥啊，安怎呢？我这个歌十五年上届无唱过。无唱就关了啊。很久没有唱。哎呦，不要紧啊，你能讲啊，刚那样出现，只要你们要出现，
给人家看看我们的明珠姐妹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啊、大家都是当然了你们五岁就做国长五十年前是这样哎啊 baby 啊你啊你五十年后这样哦不打掉啦啊你打个明珠都还怎样啊哦好不不怎么样听出耳油对不对如果唱得好的话掌声鼓励明珠姐妹呢谢谢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宝了啊对啊代表歌台的讲歌台的明珠姐妹黄庆妍两个人呢对不对对对对真的、啊、所以今天他们也带了自己的CD这一片CD我每天都听今天我落来阿伯天热量我觉得轮到我唱了好笑不我不会骗你我 OK 的我跟你说 OK 好我阿伯我跟你合唱我跟你说真的你跟我唱我了喔、哦、我跟你说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我等下 repeat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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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里面的天二天二你说你会变一条真的一阵笑话哇塞你说你会变对不对我跟你说没有会唱他们唱的是这样、啊、如果我跟你唱的不是真的你说你会变一条小香蕉真奇妙哇哦挂个软珠贵贵贵贵明珠姐妹呢但本来怎样哎五岁就出来唱歌台呢会使按照比例人呢未来月经唱到受惊的哎反正你敢讲啊没人敢讲啊你要死啊你啊这样啊，狗嘴吐不出来。我老大哥，你到我赌我的巴肚啊！跟他们太好了。我跟你讲哦，跟他们太好了。是是是，你唔敢夹一鼻头。所以这片戏里，大家打掉爱不？无，我跟你讲，阮三海，你看都是来修了。免看啦，叫你片修改了。太细了。讲啦，哎、欸，婆都讲，你哪有直播？你乱讲，这个正常啊。你看查某标准。对啊，你修六年了，咦、欸？你修两年呢？你修两个月，少不？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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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不要乱讲。哎呦，我的妈，真受不了。安怎？金蕉瓜。博你啊！博你，买买买，那是爱支持明珠姐妹的 CD 啊，一定要真的，这个机会呢，真是天赐了哈！哎、欸，十块十六条歌，你个礼拜一条歌听个了啊，听个了，我跟你讲，无五角。五个角啊，五个六个六个钱尔，所以讲才有十六条歌。朱大嫂送鸡蛋呐、啊，微妙微妙的含羞草，对不？那个我白讲真的要求。这个 CD 哈，是我们集合了明珠姐妹那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最好听的歌曲，经典。全部把它收集在里面就是刚刚好呢今年是开库两百周年所以呢明珠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随着这两百开库两百年的纪念呢所以呢就推出了纪念版的纪念专辑对对太好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你们买 CD 的同时呢其实在做善事是、哦、对对对我们将、啊、我们将我们的所买卖的 CD 的扣除了一些费用那钱呢就是捐给我们的善济医社善去救济一些需要善济最近好像 在电视出了对对对 有在电视上所以、哦、大家帮帮忙啦买 CD 有当听十六条歌而且这些歌都是绝版、啊、当年大家都有听过的歌曲也说十六条大家都耳熟能详是大家都会听出耳油所以说、啊、是没派没 CD二十年后来听本是好好因为再买也没有了啦对啊不可能再买因为我只唱这一个月是唱完这个月回家了 不要了唱完了这个月呢这个 CD 呢就我们就不卖了安怎、啊、所以安怎他这个月他香港走来走了对啊安怎你知道吗安怎你知道吗安怎香港在乱修派他跟走来走比耶没有的事啦是志伟志伟我要感谢志伟我们的立新舞台秀的我们的老板陈董啊陈志伟给我们这个机会再次的以明珠合体的方式来新加坡唱歌给大家听漂亮、哦、难得的机会这一片 CD 十块钱矮的人给后面给人支持等一下我们的明珠也留下来帮你们签名是的来那我们先来争取时间听听他们的好歌是的继续要带什么歌曲恭喜阿姨啊新桃花将下次先好不好好吗因为太多人点了这首歌我都不想唱他会被人打的什么歌啊
接下来呢，这首歌就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两口子》。哎呀，你首歌边个点噶？你呢个咯？哎呀，你个皮还痕啊！咩？你陪得唱啦？哇，我是不要乱讲。来 SJB 9897 SJB 9897做个条沟通。其实我也不舍得打了，可是他跟我讲，因为我们在网上直播，有些人说不要再唱这首歌了，你被打，他被打，我们心痛。那我这首歌的经典就是在这边。啰啰嗦嗦做咩？俾人唱歌啦，两口子对唱，不叫你老母啊！你打我。好了。哦，是啊，你又讲粗话。你老母啊！可怜呐，这样就被打了。我们这首歌呢，没有这首歌，也没有明珠姐妹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网上的朋友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接到的就是有人说不要再打了，我们什么？其实我们是很恩，我们相亲相爱的，这是一首歌而已，谢谢。不想天天长啊叫。说买到两生命，柴火又不够烧，不够烧再买嘛。刘老板哪来要找，房租也要交。你交了没有啊？儿子要进学。杂货店学几年生意，呀，您说好不好？哎呦，我的太太，你就不要再啰嗦了，我还没说。中大小事您都不管，下了班那回家来还说我饭太忙，只怪你心水少，我那拉拉扯扯天天不不亏的，我会计算我人都老了一半，哎呦，我的先生叫我苦楚向谁笑我
去唱就无代志，你著挑工叫香港转来，安尼罢了，你本爽，我都唔知安怎。我爽啊！恁爸就跟伊说，要推拍一摆，听甲一句。头先我拍你啊，哎呦 ，sorry 啦，我唔是爱挑工啦，啊，你不如剩一个尔，我小弟都唔敢嘛，莫来敢拍你。好啊。哎，无比咩？知影主要是你哭，今日是变我哭，我一哭我就唱不出来。你没错，我也没错，都是诗句不好，诗句。